那这一只是什么？这只是什么 Sharp 手机的？不知道什么品。这只是 Sharp 手机，不知道是哪一个型号，它的 model。那这只是 Sharp 的，不知道什么型号，它的型号。那这只是 Sharp 的，不知道什么型号，这是我爸的手机。然后这个它的号码是 SH837W。那我们试试看插个电，因为我们要把电池插，就整个拆掉。那这只是 Sharp 的，不知道哪一个型号，它的产品编号是 SH837W。那这一只是我爸的手机，那好像是荧幕故障吧，还是触控故障的，忘记了。那我们就插一下电，看看能不能开机，然后给他最后一次开机的机会，因为我们就要把它电池拔掉了。竟然开机了，小米有一个 Sharp logo，然后呢，可以开机吗？好，那我们在它充电跟尝试开机的，那我们在它充电跟尝试开机的过程中，我们先把这只手机拆开来看看。流星，噔噔。
所以就亮了一下 Sharp 的 logo，然后就开不了机了。哼哼，神奇。好吧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直接慢慢的把它拆掉就是了。呼呼，开了开了。OK。打开的，嘿嘿。好啦，那我们就这样拆开我们的手机。我们先把我们的荧幕的排线拔掉好了。我们再尝试最后一次的开机。它亮了一下。好啦，好啦，那我们这只手机是开不了机的，然后我们就直接我们继续，好，那我们继续把这个手机分解，我们先把荧幕的排线把它拔掉好了。哇塞，这个电池超级小，这才1860毫安时。你看，这是几百年前的古老手机，但目前这一颗电池看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它也没有膨胀啊，还是干嘛的？嗯，
然后这就是我们这一颗 Sharp 的电池啦。好，我们就拔掉那这个手机的。OK，那我们把电池拔掉，那我们接着看我们手机内部，看起来超酷炫。你看这个主机板是一个口字形的，就是一个方框这样子，它完全没有什么2层主机板啊，然后再把它合起来，用排线把它合起来，没有，这是完全是同一块主机板，然后中间这样挖空，哎，超帅，而且它这样子超级轻巧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再把它合起来，让它恢复原状。OK，那我们就再把它合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就大概合起来，反正已经不能用了，排线也就不接回去，就把它装回去，就是有一个外观像是手机模型这样子，但是里面没有电池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再把。喂，顺利完成电池取出，Sharp Number One。OK，完成电池取出来啦。OK，第一只手机电池取出来。